妈，回来了。姜老师也来了。还好。我们俩刚巧在楼下碰到。那个姜老师，不好意思啊，我今天有点急事儿，我得出门，就没法给你做饭了。小新，你点点外卖吧，你们俩吃。放心吧，妈，今天我们要整体复习一下考点，任务艰巨，我们准备开始了。行，那我就不打扰你们了，好好跟姜老师学啊。好，走了。好，阿姨慢走。哎，就地取材，就只有这些了。你挺厉害啊，我以为上次在朵朵家那已经是你的巅峰了。哼，精彩的永远要留到最后。无事献殷勤，你是不是有什么事要求我呀？你是能让我图财还是图色呀？哪个都不行。废话太多。你可以你。吃这个。真好吃，但我只能给你99分。为什么？剩下的那一份呢？怕你骄傲。你怎么吃？我不急，你慢慢吃。你吃完，我有个事儿要跟你说。什么事儿？你现在说呗。你先吃吧。哎，没什么大事儿，就是，这应该是我给你上的最后一节数学课了。为什么？其实你数学成绩挺好的，不需要我这个数学老师了，我也不能再继续舔着脸赚你家这个钱了。哎，门禁忘拿了，这是你点的外卖呀？阿姨，这是。我刚刚有点低血糖，然后外卖又要很久，我就叫蒋老师给我做了点。啊，对。那辛苦蒋老师了。没关系。那你们赶快吃吧，吃完学习。麻烦了，蒋老师。那我先走了。阿姨慢走。哎，好嘞。赶紧吃，吃完学习。你为什么不叫他？哎，不是说了吗？快吃吧，快吃吧。你不吃，我吃了。我吃啦。蒋然寒，这真的是你给我上的最后一堂课吗？是吗？我真的没有什么可以教你的了，第一名。谁说没有啊？我现在就有一道题不会，你不能走，你必须得教我。你可以会的。我真的不会。你把本子还给我。你以为我愿意来这个鬼地方吗？我还不是为了你。你不是答应我一起考京大的吗？我们还拉过钩的，你忘了吗？你快回去吧，小尾巴，会着凉的。这是什么呀，夏林心？啊，还有这个乔玉花。妈，妈，你还给我！哎，别，你能不能尊重我一点？妈，行，我叫你行。别动手！我尊重你，夏林心，我尊重你，你就欺骗家长吗？刚才他给你做饭，我就觉得奇怪。前两天你舅舅说一川早恋的事情，我还庆幸你开窍晚呢。我发现是我脑子坏掉了。你别那么激动好不好？有多大的事儿，你能不能好好说呀？什么叫多大的事儿啊？啊，你有资格指责我吗？我每天为了这个家忙前忙后，累死累活，你管过女儿一天吗？不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就你累，就你委屈，我不也是为了工作吗？为了工作，钱呢？钱在哪儿呢？一天到晚鼓捣一些破石头，钱呢？我跟你说话呢，听见了吗？跟你说话呢？我。
我带他练钢琴是锻炼他的气质和定力，你让他干嘛？回来就带他出去玩。孩子不愿意学钢琴，就不要逼他，兴趣培养，你懂不懂？你能不能别一回来就带他出去玩啊？啊！跟你没法说了，说不了一块就离婚。跟我过受委屈了是吧？对，就是委屈了，离婚。离就离，像谁呢？说什么呢你？你说什么呢你？这个房子和家用哪个不是我出的钱？起来，小心，赶快起来，起来。妈，是我错了，你不要再跟爸吵了。我会听您的话，我会好好学习。我想好好学习，好好考试。那爸爸妈妈，你们不要离婚好不好？你是不是能实现我的愿望？那你这就是答应了？这儿的小朋友，你怎么来了？你没去送你吗？他去哪儿了？你不知道啊？他今天要走了，就是一会儿的车，在南站。你喜欢，送你了。这么大方？你不是说喜欢吗？你许个愿望，看他能不能帮你实现。你知道我许的是什么愿吗？你别幼稚了，行吗？我之前许你考试顺利，但是我现在许你下来，留下来。小子，你留下来。小子。不要走，你留下来。
点都不幼稚。是我不敢服输又顽固，这样的我不能再耽误你。希望你高考顺利，前程似锦。我们敬大的约定我会永远记得，希望还能再见。谢谢你，对不起。警察同志，你好，我刚联系和佩戴助理，我现在联系叔叔啊。前几天考试精神状态不是很好，生病了吗？没有。啊，这一次考试全班第一是陈一川，你排名第十一，年级前十都没进去。前十排名你也是50开外，就你这成绩，就算是有加分也考不上京大呀。对不起，老师。哎，调整调整自己的状态啊，这个给你。回去再看啊！谢谢老师，你回去吧。高考的那两天很快就结束了，回到学校对答案的那天，大家都很轻松，仿佛把这么多年对高考的怒、对高考的怨、对高考的压力和紧张，都透过笔记、试卷跪下到空中，把学习的苦闷转化成了对未来的期待。而我总觉得还有个人也应该站在这儿。我再也不要那么痛苦，不需要再想起那个人，他已经从我的记忆里消失了。幻觉还不行吗？你开心就好，你再打一下。你就打你，我就打你，你赶紧给我消失，不想再看你。肖云溪，你等一下。我有话想跟你说。你好烦啊，你凭什么老叫我等一下？你是不是觉得没有你我就活不下去了？我告诉你，没有你的每一天我都跟过年一样开心。我一口气做200道数学题我都不觉得累，我一点也不上学。林夕，对不起。你不用跟我说对不起，不管我曾经为你做过什么，那都是我自己愿意的。我不该期待你感动，为改变，反正你已经离开我了。我的大学生活里没有你，已经在我的回忆里消失了。我转头就能把你忘记。夏林夕，你敢忘我试试？凭着彼此简单的勇敢。
梦吗？一定是。喂，小西西。啊，怎么了，小妈？陈一川说我不是他喜欢的类型，他竟然说我不是他喜欢的类型。哎呀，你昨天不是说要忘了他吗？你忘情水白喝了。我那都是气话嘛，我都喜欢他这么久了，怎么可能说忘就忘呢？哎呀，怎么办？儿啊，爸爸和妈妈要去进货了啊。啊，哎，这个点没什么客人，我和你爸一会儿就回来啊。放心吧，交给我小顾总，你们快走吧。嗯，小顾总，别坐在这儿了，门口看店去。嗯，好嘞，好嘞。小西，我怎么办呀？哎呦，好了。你又不是不知道他这个人情商就是特别低，脑子里根本就没长爱情那根弦儿。他怎么知道他自己喜欢什么样的？是啊，你说的对，没准他说的是一时胡话呢。如果我让他明白他喜欢的女孩就是我就可以了，对吧？是是是，他不喜欢你他还能喜欢谁呢？嗯，小妈，昨天那个践行会蒋正涵来了吗？我没看见他。你突然问他干什么？林欣，快出去吃饭了。哦，好，我要吃饭了，先不说了，挂了。哎，小西，三姐，你这见过什么大快人心啊？你能考到七百一十一吗？我问你啊，这次肯定输给我。来来来，我就知道了。我的宝贝，我考七百一十一啊！忘了，七百一十一啊，七百一十一出来了，快出来了，出来了，出来了，七百一十二，怎么可能？哎，姐，我就说吧，不愧是我外甥女啊，这个不可能，这回肯定能上京的，这怎么可能也考得比我高？哎呀，人家也很好，有你姐姐继承咱们老陈家的这个状元基因，就行了。哎，都怪你爸，这叫随哥，你当年也没考过我大姑。您打我吧，打死我吧，我都准备好了。妈妈妈妈妈，这是我的成绩吗？怎么分这么高啊？哎呀，小妈，你这成绩再加上加分，肯定能上清大了。妈，这不大考验了。行啊你啊，我以为你一辈子考不上大学了，你考这个成绩我为你感到骄傲啊。我一直说你是我们张家的七世大夫，其实我内心感觉特别特别的骄傲，你知道吗？走，我请你吃烤串去。啊，你没事吧？这我有什么事儿？我没事啊。真没事吧？我真没事。你也真没事，我跟朋友上网去了。上网？我告诉你，吃完烤串我和你一块去。真的吗？小西打个电话，说不定不就可以跟他上同一所大学了。哎呀，还愣着干什么呀？一起来拜拜，还愿了，赶紧来拜拜，快点快点，谢谢顾总。行行了，别说这么多了，两个都能上京大，皆大欢喜。哎，对对对，哎，就是，咱们应该去搓一顿，是不是？对，必须的，找个好地方，走，孩子快点，走，哎呀。七百一十二，哎，这件书啊，我都给你放这儿了啊。哎呀，你这叠的是什么呀？是，可不就完事儿了吗？这，来来，这夏天的衣服都给你放这儿了啊！我觉得毛衣有点少，我再给你找点去。好，对，找。高考后的那个暑假，很快就过去了，但在我准备去京大之前。我想见的那个人一直都没有出现。哎呀，顾小曼跟陈一川都在小区门口等我呢，爸你就送到这儿吧，我自己可以。你那个身份证、手机啊、车票都装好，别丢了啊。嗯，到了那儿如果发现缺什么就赶紧给我打电话。好。哎呀，你说你第一次离家非不让我们送你。哎呀，我跟陈一川和顾小曼都说好了，放心吧。嗯，关键我还想跟着你去京大玩一圈呢。嘿，那你就有时间来看我呀。哎，你又在那嘀嘀咕什么呢？没有，我是京大那个，不是
北宁天气冷，你毛衣带够了吗？带够了，带够了。别净说你没用的，去那儿我跟你秦月哥都打好招呼了，去那儿有什么事儿呢就找他。好。哎，我得嘱咐你啊，今年我可要在奖学金的名单上看到你的名字啊。你这个人，小学都上大学了，你眼睛里还是盯着成绩。他是去读书又不是去度假，我不盯着他成绩我盯着什么？一天到晚跟你要玩的破石头，咱姑娘能考上清大吗？爸妈，你们就放心吧。爸，你总不在家，但是你在家的时候记得给我妈熬点粥，我妈胃不好。妈，我会好好学习的，但是我爸他一个月才回来一次，你也别老跟他吵架了。你看看孩子长大了都知道关心我们了。你放心，舌头和牙齿还有磕碰呢，我跟你妈好着呢。谁跟你好着呢？我跟你爸事儿不用管，你就好好把你成绩弄好了，上了大学可没有人管你，你必须给我自律啊。赶紧走吧走吧，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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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点，来不及了。放心，没事儿。爸妈，你们就送到这儿吧，我可以的。行，小川他们也等了半天了，咱们真不啰嗦了，来拥抱一下。妈，照顾好自己啊。有事来电话。好，那我走了，拜拜拜拜。18岁以前，我一直按照父母精心设计的道路，规规矩矩的走。之后，父母留在了原地，接下来的路，我要自己去走了。听师哥们说。你小子高中就有女朋友了，你到底要带我去哪儿？现在，拉你去小煤矿大黑工，怕不怕？怕死了。前面停车，我下车。这么早了，这可不像你啊。到了北宁呢，就是我的地盘。教授怕你一时间没地方住，我趁着这个好机会主动请缨，让你在我家住几天。什么好机会？压榨我的好机会吧？说吧。房租多少钱？你这怎么满脑子想的都是钱？那你给我免费啊？免费不行。哎呀，没想到我还找了个全能室友啊！快去坐好，等吃饭去。手艺可以啊你。说吧，项目遇到什么困难了？你要是这么说的话，那我就不跟你绕圈子了。趁这段时间你还住我家，赶紧帮我把这项目做完，不然我真的要退出编程圈了。退出编程圈？嗯，你装什么落魄呀？你先给我说条件，我都免谈。行，那这么着，我房租呢给你全免，按照以往的价格给你抽了，不过明天就开工。成交，不过我说半价，抵房租。行，不过我明天有点私事儿，那个后天开工行不行？但我绝对不会耽误你的进度，行吗？私事儿是女朋友，算是吧，算是吧，那就是还没有成。那你准备怎么表白？表白，我真没想过。不过真要表白，如果是你，你怎么做？如果是我，谈个恋爱吧，无非就是买买早餐，接送宿舍，总之润物细无声，日常美好。哇，你能再俗一点吗？得了，问你也问不出个啥。我们现在年轻人谈恋爱都讲究直给，什么润物细无声，直给，合着霸道总裁范呗。不同人不同办法呗。行吧。我先说好啊，你明天别跟着我。我明天再不跟着你呢，我明天也得去见个女孩。哟，得，那先祝你马到成功。彼此彼此。
好久不见，恭喜你考上了京大，总算是完成了自己的梦想。夏林夕，好久不见。当时的不告而别，我知道你一定心里怨我，我一直欠你一个当面的解释。明天就可以见面了，夏林夕，真的好久不见。小夕，明天我去车站接你。谢谢秦月哥，不用了，我和小曼、陈一川坐学校的接站大巴过去。好吧，那我在学校等你。您介绍一下，前面就是咱们的图书馆啊。然后这个食堂二楼有一家特别好吃的面，到时候带您去。我记得秦月哥跟我说，我们一起去吃就好了。我们一起去。林夕师妹，你喜欢吃什么？师哥都。哦，不用麻烦了。哎，师妹，你老家哪里的？我是江明的。哦，江师妹，箱子重不重？师哥帮你。啊，不用不用不用，有人帮我拿。啊。哦，哎，师哥，没有人帮他拿，不过他力气很大的，他不需要别人帮他拿。哎，师妹，你什么星座？巨蟹座。巨蟹座好像师妹，你像你才这么热，都可以来问我啊。师妹，你是什么星座的呀？哪一年的？师哥，新生开学你肯定很忙吧？我自己走就行，不用你费心了。我不忙呀。哎，今天若是离开你，我绝对会后悔的。要不然。这样吧，咱们中午一起吃个饭，然后让彼此多一些了解，你觉得呢？师哥，中文系我对了解你没有兴趣。哎，兴趣是可以培养的嘛。哎，你哪个系的？计算机系。哦，是吗？厉害啊！师哥，是这样的，我之前来过京大，我可以自己找到寝室的。来，师妹，我帮你吧。帮你吧，你把箱子还给我，咱们自己来就好了。刘光云，秦月哥，秦月，他怎么了？这事儿就不麻烦你了，你们俩认识？不愧是我站了三年的 CP， 好帅呀、啊！这才叫英雄救美嘛！学着点儿。无聊。七月师哥，我先回宿舍了。好，那一会儿见。师妹，我也送你回宿舍吧。不用了，谢谢。我们走吧。七月，讲点规矩行吗？这是我先认识的小师妹，要不要脸，上来就牵人家小姑娘的手？你是她男朋友吗？小夕是从小住我隔壁的妹妹，我们手拉手一起长大的。而且何光宇，我告诉你，你不要再随便纠缠女生，尤其是她。你再敢靠近她，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小夕，我好羡慕你啊！别说话。这算不算是会长大人在利用职务威胁我？大学三年都没有把你的思想品德教好，我真的建议你回炉重造一下，不然真的对不起你的思想品德老师。你再说一遍，小夕，我们走。好。那边呢有个便利店，一般大家都去那儿买东西。嗯，好。然后你往右看就是食堂，然后这个呢就是你们新生的宿舍。我宿舍到了我就先进去了，师哥拜拜。哎，不错。你别忘了自己的东西。